红颜不可阻止，坚持不自动九日本的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潮院长，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新我的世界的搞笑视频啊。那么今天我们请来了一个非常非常重量级的超级嘉宾，那么现在有请我们的这个超级嘉宾闪亮登场，哎，欢迎我们的马哥呀，马哥啊，马哥，我给大家磕头了，游戏的规则非常简单。就是狼人杀没玩过吗？这有讲规则吗？游戏的规则就是这么简单啊！你听懂了吗？看完就看，听没听你管。你先抽一下各位的身份是什么？夜幕慢慢降临，请所有玩家回到自己房间。狼人队友是谁？你好啊，你好啊，马哥，你也是狼啊？我是狼啊，这肯定是地图组调的，你知道吧？就是为了拍节目，我感觉是搞的。对他们故意把咱俩搞成狼的。我先溜到你家里，好吧？应该没有人能看到。哇，我发现了一个绝佳的藏匿地点。哦，我是狼，不藏了。狼人开始行动。来了，给衣服了，给衣服了，给衣服了。I'm ready。有个问题，我的狼人头不见了，我只能带着我的马头去杀了。不行，你怎么能带着这个头呢？你带着这个头，他们就我就说有人要脏我。我知道了，你可以明天说，你可以明天说有人偷来你家杀你，但是调戏了你，他没有杀你，他把你的马头抢走了。想脏你。哦，可以。太聪明了，杀谁啊？切，人呢？躲起来了，他藏起来了。这漏了个叶儿，这漏了个叶儿，漏叶了，漏叶了，哎，真是笑死了。怎么说？要不脏他呀？你脏他的话，你不能杀他呀，你得留他一命，你调戏他，轻轻的打他一下就行了。我调戏他。完了，你这也没挑戏啊，你直接给人杀了，快走！对不起，快走！很高兴和你合作，明天见。很高兴，记得闭麦。天亮了，哎呀，来了，大家早上好，兄弟们。哎，犀利死了、啊，为什么呀？要杀掉犀利，我真是太伤心了。我是狼。谁没有反应？谁没有啊？马哥，哎，没有反应。马哥没有反应，马哥是不是有问题？马哥没问题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反应？为什么我说狼，你没有反应呢？我为什么要反应呢？没事了。你这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发言，兄弟们啊？那马哥说两句啊，我是狼人。啊，小啊，是不是？不是，我不有反，我有反应，我为什么是狼啊？你为什么只有你一个人有反应？你不对劲的。这也不行。不是，我昨天是什么都不知道，但是我昨天晚上就什么都不知道。对，是杀人挺累的吧？杀人？杀什么人啊？小奥，你有证据就说证据，就讨厌这种。好嘞。带节奏，我就是一个村民。我看过以往的狼人杀系列视频，小奥是平民的时候都特别激动的，你现在怎么这么谦虚呢？我是平民，我是平民。现在由二号来发言。天亮的时候，马哥爆出他自己是狼，马哥说自己是狼，那是双狼是不是就出来了？兄弟们，什么玩意儿啊？是不是这个道理？我们俩马哥一开始说自己是狼的时候，马哥慌了，然后马哥又开始爆狼，然后马哥又慌了，叫潮哥吧，好不好？潮哥，哎，好嘞，潮哥也慌了，马哥也慌了，双狼出来了，潮不可能是狼，我不信。对，为什么小奥不可能是狼？为什么你又不可能是狼呢？为什么你拼命的保小奥呀？你俩双狼出来了呀？不，小奥是狼，不是。但是呢，我觉得既然犀利已经走了，对吧？那说明女巫还有一手好药。预言家跳了，女巫可以保她一手。我建议预言家可以跳一下，如果她不是犀利的话。小马发言了啊！这个羊头人，我跟你讲啊，这是图编局啊！你这个发言，我觉得有点在相当于你让你的狼队友出来跳预言家呀，我觉得不太合适呀。但是巧巧不巧，我就是预言家，我觉得女巫就憋着啊，女巫就不要出来了先，好吧？因为这图编局，我昨晚查了这个海皇。哎，你自己说你啥身份吧。
好人必须好人，铁好人。他说的没错，他说的没错。哎、对，我接这个精髓。对。哎呀，静静的看你们表演，本人全场唯一预言家。你听我说什么？真是让我笑掉大牙了，兄弟。因为我昨晚没有尝到狼人，我一直在犹豫我是跳还是不跳。但是杨同仁说这些时候让我想起了女巫还有瓶药，所以我觉得我应该跳出来。我昨晚查的是高斯，高斯是好人。第双狼。双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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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双狼，不是，我真是预言家，那我肯定票这个跟我对跳预言家这个狼了呀。兄弟们，上链接，出链，别，冤枉，别上，别上链接，没有福利。这个直接投不行，是不是有点太草率了？第一局能知道啥？要不跳过吧。不是大马哥怎么办？大马哥，没事啊，我今天把他刀了，把刀就说自刀。女巫会救他的呀！哎，能不能把你刀了呢？我刀了你，是不是你的可疑就更小了呢？哎呀，你说的有那么点道理 啊！对不对啊？女巫肯定会从你两个预言家之中救一个的。哦，哎，这样吧，哎，你把我刀了，你把我马头套带走。我把你刀了，然后你把马头给我，我丢到小奥的屋子里，放到他那个发言台上，直接第二天可以脏他，脏死他。梦幻哥，我的这个计划非常的缜密，没有人会发现，绝对可以实现。第二天女巫没问题，一看，哎，救了某幻，某幻的概率就非常大了，他一定是预言家。哎，有没有一种可能，这个西利是女巫呀？那他为什么不自救呢？确实，杀我刀我马哥！我现在去吧，我现在就把你的头放到小奥的上面，我把你的头扔到他的发言台上了，他明天。人赃俱获，看到没有？全都看到了啊！天亮了，天亮。对，马哥呢？差俩人呢。啊，马哥全没出来呀、啊？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啊！平安夜呀、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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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，就听我说啊，听我说，我就是，你听我说一下，好吧，是不是？那个，要不你先说吧，马哥。哎，昨天晚上有人就在我面前脱衣服，你知道吧？他把我刀了，然后把衣服脱到我面前，我就穿上了，我就想，哎，衣服挺好看，这什么衣服这是？哎，一看狼，哎呦，到这里发现，哎，狼皮。只能说可能昨晚太冷了，马哥可能受不了这个冷。啊，骗我吧，骗我。不是，我觉得是这样的。那个奥哥，你昨晚查谁了？你别说吧，查你了。啊，行了，好了，结束吧，游戏。你是我的队友，怪不得我叫了你那么长时间你都不理我。那我刚刚叫你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在屋里点头啊？哎，你去哪里？我们要去杀人了！今天晚上杀谁？彩虹人。今天晚上很关键，我们得蒙到预言家，知道吧？三号或者四号是吧？要不我们把羊头人杀了，今天晚上，因为他很聪明，知道吧？他会发现我们是狼人，但是我们可以先去调戏一下某幻。我们就把他按在墙里调戏，你可千万别把刀子给他杀了，你刀收起来，收起来，走，调戏，我们就把他弄出声音，然后我们把时间故意拖得很长啊，然后我们在他房间进进出出弄出噪音，这样其他人就会怀疑他，所以我们先把他房门一直开关，这交给你了，开关，对，你就在这一直开关，不是开关。你先让我继续。OK， 好，我去找他。哎呀，躲得还挺好。哎，怎么这么多马呀？里面，这有一个马，这是真马还是假？哎，这是真的，这是真人，这是真的。调戏他，给他扔狼毛，栽赃，扔狼毛。我以为是个手办呢，在这个床头放着。他真的很会躲。
哇，太强了，他怎么进去了？走吧，我们去杀了羊头人吧，不要再栽赃他了。走了走了走了，给他马头拆了，我把他的马给拿走了，我丢到小奥的这个桌子上，一会儿栽赃给小奥。可以啊，小奥一出来，哎、有个马在这转，哎，转马可以，走走走，杀了羊头人，心狠手辣彩虹人，我不想看那血，动作快一点，进去杀了得了。哎呦我去，真快呀！走了走了，散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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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天亮了，天亮了。哎呀，大家早上好，早上好，早上好。啊！哎，妖头人死了。啊！啊！哎，马呢？我马呢？啊，没事儿。谁马？啊？就哦，在这儿没看着你，刚刚卡了。哦，马哥。哎，母幻，你站起来。我站起来了。你手里是什么东西啊？哇哇，兄弟们，昨天晚上啊，我家里被抢劫了，有两个狼，一个是一个无头狼，一个有头狼，抢走了我的马儿手办，还抢走了我一个手办的头，然后给我丢了一地的狼皮，这就是证据。那不会是你贼喊捉贼吧？太恐怖了，他们打了我一拳，不知道为什么没死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很害怕。是不是你的操作，你的套路？这次你又是狼人是吧，梦幻？真没有，真没有，而且我听到我的那个，就楼上、啊、左右两边的房门乱响，响爆，恐怖！我看看这狼毛，我鉴定一下，鉴定一下，是真的。你咋知道呢，小奥？你很可疑。嗯，你咋知道？我是专门这个研究这个狼人物种的这个，啊、你是史学家。首先我说一下，昨天晚上我也被同样的遭遇了，我怀疑是因为我在录，所以他调戏我，然后呢你是嘉宾，所以他也去调戏你，所以他没有杀我们俩啊，但他动作非常的流畅啊。来来来，我现在检查一下谁的动作流畅。来，彩虹，你跳起来做一个流畅的动作。就是他，就是他，我太流畅了，太流畅了。不是不是，我这啊，太难了！因为你动作跟昨天晚上来调戏我那只狼非常的相似，我只是说可疑疑似，但不可能是我。我有身份，我不说是什么。你是狼人？我不是狼人。那你是冤家呗？我不是冤家。你是女巫？他是女巫。你怎么沉默了？我不是女巫，他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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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女巫，他刚刚沉默了。我不是，咱们就说，咱们有身份，但我不说是谁。你让我变成平民就好了，好吧？你当然行行行。哎，那你昨天为什么不救羊头人呢？你怀疑羊头人自刀，所以没救他？有可能。你们不是女巫吗？女巫，我不是女巫，别问我，我不是女巫。高斯发言吧。不是，我就说我啥也不知道，我昨天晚上我就趴房门口看看，根本没有人进我屋，所以说我啥也不知道，我睡着了。非常可疑啊，你的发言。不是，我怎么就可疑了？我你自己房间，我还有错了呗？你自己房间有一少了一些许自信，你主要你讲话刚刚没有标点符号，你知道吗？你讲一串的说出来，这非常可疑，好像写好的。黄同志发言了。因为上一把这个小二是狼啊，所以这把我猜他应该不可能连两把狼了，对吧？我上把谁？上把谁是狼？谁是狼？上把我不冤家吗？我怀疑一下犀利啊，因为上一把我跟小曹对你非常残忍，我觉得你有可能调戏我们俩。那个我是女巫，因为羊头人上把没救我，所以这把我也没救他。句号。然后杜海华。杜远豪冒充我的身份感叹号，但是我感觉他应该是一个好人问号，因为我感觉他应该是个猎人吧，就是他想帮我扛一刀，但是我女巫没事儿，我有药，羊头人上把没救我，所以我这把没救他，很合适，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。好了，我发言完了。你能不能把话说完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，所以你上把没有救。不是，这省略号，省略号，就不是剧本，就省略号，就给你们一个无限的遐想。你
就卖不好使，就说卖不好使。就是。瞎讲。你在这演是神。马猴人很可怜，昨天晚上我们俩都被调戏了，都被虐待。你也被虐待了？对，他们虐马，太可怕了，太恐怖了。这人爱马四，这人肯定不是爱马四，兄弟，这人是讨厌马四，肯定不是啊。我再说最后一句吧。嗯，海花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海花了，我过了，我过了。干什么？不，犀利才是狼。犀利他冒充我呀，他冒充我。你不是女巫吗？真实身份。你不说你不是女巫吗？对呀，你不是女巫。我是女巫，不是你。你不说你自己不是女巫，我是女巫。他是我是女巫，你是什么？我是女巫，你是什么？我是女巫。我没救羊头人。我没救羊头人。哎，好，你们俩的发言啊，就是一模一样的，一个字儿都不差。我觉得这样根本争论不出来什么东西。对啊，你们俩不是不是不是，你们两个女巫今晚互毒吧，好吧，就互相毒对方，互毒吧。我毒，我毒啊！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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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黄哥，我是猎人，你把我毒了，开不了枪了。你咋变猎人？犀利，你给我上一边的犀利，我才是猎人。你在这乱跳什么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这，哎，我是预言家，其实。我是彩虹人发言。啊！不是。啊！彩虹人退出了群聊。哎，回来了。我的证人来了，我的证人来了，我的支持者来了。队友来了吧？是不是听不下去你编了，退了？来，小彩，说一下你的发言。我昨天晚上在屋里睡觉，我屋里的羊驼可以证明。羊驼在哪？你屋里哪里有羊驼？他可以证明。来，你跟我说说他昨晚在睡觉吗？你的这个羊驼也不会说话呀。哎，羊驼人说我不到啊，这咋啊啊？羊驼咋回事？羊驼说话了。啊、羊驼说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呀？真的假的？只听到有声响。那个你。看到彩虹人了吗？晚上羊驼。哦，好好好，你在睡觉啊？啊，彩虹人，你的羊驼真的是会说话，怎么做到的？对，我以为是开个玩笑，我真的去跟羊驼说话，但没想到的是他真的回我了，你知道吗？行，票犀利，票犀利，太假了，说啥呢？不会玩这个了，就是。哎，对不起，不是，哎，怎么高斯偷偷票了我？我正准备打犀利，我正准备打犀利，不是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正准备打犀利，我你从我旁边走过去了，我正准备打犀利。黄哥，知道今晚毒谁了吧？黄哥，不是，不是用得着这么大阵仗吗？不是，最后一句话，我真的是好人，黄哥。夜幕慢慢降临，狼人开始行动。他是真的会说话，还是说你编程好的？这一切都是你安排的？我去，你还有这个技术？那这个什么，今天晚上杀谁啊？我的建议是把海王杀了，然后他肯定自救，他就会疯了，他就乱咬乱说，知道吧？那我们先把高斯的这个房间弄出很多声音，让海王怀疑是高斯，怎么样？门就开开关关，开开关关，箱子都开一开。谁在打我？哎，找到高斯了，高斯在上面，他掉下来了。我们不杀他，我们留着他，把衣服丢给他。好，走走走，杀了海皇。他肯定听到了很多声音。开门就是，吓我一跳。天亮了，大家早上好。看看昨天谁死了？平安夜。哎，大家安然无恙的在这里啊，非常开心。谁死了？来，兄弟们，全场的目光向我看齐。有狼来打我，但是他没想到我是真女巫，我直接一手解药，
直接给我救活。但是我昨天听到我房间旁边非常吵啊！你可别栽赃啊！是左边还是右边？我可什么都不知道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昨天晚上有两个狼进了我的家，所以说西里他不是狼走的，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在那里胡说八道。所以场上还有两个狼，他俩进了我家，在我家捣捣咕咕的，还往我家里扔东西，很没有素质。你看看这，他全是他扔的。吐毛了，吐毛了，高斯。你也有毛呢，你应该也是好人吧？我也有毛。这不俩狼出来吗？俩狼人都俩狼毛。可以啊，梦幻，可以啊，高斯，确实玩自爆。谁说的确实？谁说的确实？站在台子上，杜海王，就你一个，下去吧，下去吧。啊，没事了。他有毒药，不敢说。小马发言了啊！昨晚呀，有这个重要信息啊！赶紧汇报。我全场唯一真预言家，憋了两回合。你说第一轮我验的小二哥哥啊，他是我的金腿。第二轮我验的彩虹人，你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你是一只小狼，你知道不？而且第一局你看，他说他的羊驼可以帮他作证，他的羊驼说话了吗？说话了，作证了吗？没作证，对不对？合理。这把我觉得票彩虹人没有问题啊。黄哥晚上想读谁？我觉得你读那个马总或者是。高斯，哎，黄哥，你是我的什么？你是我的左膀右臂，你是我的心腹，你是我的节目效果机器。我给你杀了，我犯不上。你杀了，你没有效果了，视频删了，粉丝取关了，钱走了，公司破产了，杀你干什么？不能杀你。彩虹人，彩虹人，兄弟们，我的队友彩虹人牺牲了，但是现在呢，感觉高斯怀疑我。然后今天晚上大马哥会查我。二号是海皇，五号是某幻，二号海皇是女巫，五号某幻是预言家，六号是猎人，剩下的人都死了，就剩个高斯了。我把高斯杀了，是不是就赢了呀？有可能，兄弟们，这局我觉得已经赢了。兄弟们，海皇必不会赌我，好吧？海皇肯定相信了我。把狼人杀王打在公屏上，兄弟们，我可以说是太牛了，咱们这个逻辑玩的已经无敌了，好吧，我们就是海皇这个信任已经无敌，好吧，海皇已经无敌的相信小朝院长不是狼人，今天晚上海皇的这个毒药必投在高斯身上，然后平民已经全死光了，屠村了，已经屠村了，狼赢了，高斯在哪儿啊？现在让我找不到他。他怎么给自己扣个棺材了啊？就已经这样了吗？让我找你找的好苦啊，小斯啊！哎，露出来了！哎，小思思！哎呀，狼人赢了！你们发现我发现的太晚了。海皇是无条件的相信我的，你们要怪就怪海皇，他才是我真正的狼队友。小思，打死他，打死！哎呦，还穿装备是吧？穿装备我弄死你，跳路 F 死，哎呀反抗，哎反抗，哎呀玩不起了。到了女巫开始睁眼了，我已经感觉到海皇正在毒高斯了。高斯今晚是真的惨，又被狼杀，又被女巫毒。兄弟们，天亮了，出去发个言。兄弟们，天亮了，天亮了，好，走。早上好，兄弟们，我怎么还活着？我怎么还活着呢？赢了，兄弟们，赢啊！哎，好人啊！哇，兄弟们，赌对了啊！赌什么对了？啊、你赌谁啊？我赌的马哥。哎呦！你为什么赌我呀、啊？对我这个，了解你了，马哥。哇，黄哥太牛了！狼哥吧？你说什么？叫狼哥吧？啊？什么玩意儿？哎，不是明明说好的毒高斯？但是你最后有点假，
就让我怀疑了那么一下，我就决定赌你，但没想到蒙对了。哎呀！哎呀，笑死了！我们的计划那么缜密，你竟然让我脱衣服！我出了那个门，在那个地方，我觉得总感觉哪里怪怪的，但是说不出来。我一看，哎。